拉拉队加油的三振他呢，哇又选掉了，其实投的不差、啊、嗯，这球打出去，哇又拦下来了，但是传一垒来不来得及啊，还是 safe 要回本垒得分，但是会不会挑战啊，他今天要用跑的两次哎，四之四啊，哇这样子看起来没有要挑战哎，哇今天刘十豪哇，所以他说哦现在是要来换投手了，要来换投手，对，也没有要挑战啊、嗯、其实林立已经是极限拦截了，对、哎、哇真的哎，哇是是这很明确啊哈，所以真的今天就记录上就是100%打击率四之四，然后场上呢决定要做投手的更换啊，我们也先稍微休息一下。